早上好，这是我妈给蒸的馒头。哎呦妈，这还这么硬呢，放的时间有点长了。这个是皮蛋瘦肉粥，萝卜干炒的糯米笋。今天这个糯米笋炒得特别嫩，皮蛋放粥里可香了。这个笋你看多大，它也不硬，没有一个硬杆。春节在家，我弟是每天必让炒一份。这是我老妈蒸的枣花馒头，要大了。
凉拌贡菜，选三包精品啊。里边加了咱家的木耳，好吃。这个木耳你们收到货没？品质怎么样？牛蛙来了，这牛蛙是卤的，味道老好了。